是跟那客户那边是常年，只要他那边有货，常年。常年供应是吧？国外的还是国内的？国外的。也是国外的。他们做国际站吗？国际站。那后来他怎么解决啊？后来他就那啥，没办法，我就没供不了，反正他就加不了货嘛。啊，他就没办法，反正他现在市面上也就叫我直接很便宜啊。行吧，小万，我们差不多走了，那下次再来吧。嗯，好。